69公分，体重52公斤，三围30、24、35，张新杰。2号李雪媛，172公分，49公斤，三围31、22、34。52公斤，三围30、23、35。9号何心媛，180公分，57公斤，三围30、25、37。10号潘宽林，180公分，57公斤，三围33、26、35。180公分，56公斤，三围29、25、37。12号张庆宇，181公分，57公斤，三围30、26、37。尖叫声哦！
谢谢模特女生组的泳装展演。模特组男生泳装展演 ，And now it's your turn。Va causando impresión, cada día cuando levanta, brilla como el sol. Su vestido de seda calienta mi corazón como en una novela en la televisión.13号陈学正，17岁，184公分，82公斤，三围40、32、40，陈学正。周安德，20岁，186公分，67公斤，35、29、38，他是周安德。15号，尤晨佑，19岁，186公分，73公斤，35、30、39，尤晨佑。16号周子毅，24岁，186公分，69公斤，36、29、39，周子毅。17号陈奕珊，16岁，187公分，71公斤。37、29、39。18号张云瑞，21岁，187，70公斤，35、31、37。19号，他的头发可能比你还漂亮。倪维哲，23岁，187，65，34，28，38。倪维哲。20号，李志毅，21岁。188公分，76公斤，37、32、39。身材上面是陆冠中，23岁，188公分，84公斤，3围39。31、42。他是22号林泽玉，20岁，189公分，83公斤，3围39，31、41。22号林泽玉。23号黄威轩，23岁，
193公分，60公斤，34，28，38。男生们，如果你的身材没有台上的好，请用力的鼓掌，谢谢。女生们觉得很养眼的话，请尖叫。以上就是模特组男生组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泳装展演，再次谢谢男生们。谢谢模特组的泳装展演，当然同时也要谢谢 Wet 以及 Zalora 的独家赞助，我们才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泳装秀。在压轴的时候，模特组还会为我们带来西装以及礼服的展演。下个环节呢，子红老师你要多费心了，因为演艺组即将要登场了，是，欢迎他们。因为我很久没看到我妈，好累啊。